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2月5日，曼联创惊人纪录。本轮英超，凭借班奴费南迪斯射入12码和马古斯拉舒福特破门，曼联主场2-1击败水晶宫。据数据机构 Squawka 统计，在英超赛事中，曼联共309次在半场结束时取得领先，他们最终收获286场胜利和23场和局，未尝败绩。本场比赛中，班奴费南迪斯在上半场12码破门，帮助曼联半场1-0领先。虽然下半场卡路士卡斯米路染红被罚下，水晶宫扳回一球，但曼联仍守住了胜利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